在古。现在目前知道是住在我们文化大楼的五楼的某一间房间。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接触到的是他们的干部，对，他们另外一车那个确诊者是下来之后，他们拿了行李就到我们的文化大楼去那边休息住宿。那隔天早上，他们在我们的楼下的龙厅，对，集体用餐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用完餐之后，他们就离开了，对。